你一次讲完啊，等着看吧。爸爸妈妈的妈的的的的的等等。嗨，我是世新大学的徐文轩。大家好，我是世新大学的林蝶。我是世新大学的陈玉体，是世新大学的苏嘉贤，是世新大学的谢金花。请问 Hello Kitty 的出生地在哪里？台湾，第二个英国，第三个日本。我讲的，我感觉是外国的。答对了。我刚刚想说日本。Hello Kitty 最喜欢的食物是什么？第一个苹果派，第二个玉米浓汤，第三个薯条。我，第一个是什么？苹果派。对。玉米浓汤。Hello Kitty 有没有男朋友？一二三。有没有没有没有。错。有。有谁？谁？他没说说谁。布丁狗的品种是什么 ？A。柴犬 ，B 白贵宾 ，C 黄金猎犬，是什么？我怎么知道？黄金猎犬。哦，你怎么知道？因为长得蛮像的。一点都不像。蛮像的。我以为他在说那个大狗。还是对了。双星仙子是不是双胞胎？一二三，是。我不知道。然后这个 Kiki 跟 Lala 是他们的名字，谁是 Kiki， 谁是 Lala？ 就是 Kiki 跟 Lala。谁是 Kiki？ 林天成啊！天啊！他指我哎、欸！好，应该是粉红色的是 Kitty 吧？Kitty，Kitty， 好 ，Kitty 啦！好，粉红色是 Kitty， 然后错，发现了。第二个是棒棒糖，嗯，林天成的，不要选项，没有对选啊，然后棒棒糖跟棉花糖，棉花糖错，不是肉桂卷，棒棒糖错。谁跟蛋黄哥一样厌食？他吗？林蝶姐。没有，我不厌食。我来，我想拿徐文轩。好。何正峰。田峰。何正峰。教练。教练。最宠我。哈？最宠我。追踪我。最宠我。A few moments later. 必下一题，然后痛痛痛，对上啦！操，你讲话超大声！开始。我昨天最烂左。哈哈哈哈哈！天。天哪，蓝，就好像天，天，这一样，那我讲蓝天，蓝天，不要是蓝呐，昨还可以配什么？就只有天呢，对啊，昨天呢，昨还能配什么？还可以我昨蓝是什么？我说天，会生气，我声音很大，你今天讲一次话。干嘛、啊？开始吗？什么？开始吗？开始了吗？等一下啊！库契鹅，呼吸盖，好。
OK 好啦，哦，是哦，等他，等着，嘴巴大一点呢，等等 wait OK wait 换人，等你一次讲完啊，等着看吧，爸爸妈妈的妈的。酷企鹅在吃布丁，酷企鹅在吃布丁，酷企鹅在挖布丁啊！酷企鹅在盛饭，酷企鹅在装冰块给学姐，啊、到学习那边就是乱比。你没有？啊、哦，好好，等一下，我等一下算一下。好神奇。美乐蒂走路回家睡觉，美乐蒂10点走路回家，拖着行李箱走路回家睡觉，美乐蒂回家睡觉，美乐蒂一起回家睡觉。啊！土遁什么？土遁重来，这个人是谁？ Jack， 美乐蒂跟 Jack 一起回家睡觉，回宿舍休息。我们都是什么鬼啊？阿曼说的罗比。好了好了。We'll be right back.
几个字啊？大耳狗正在做防守。布丁狗跟大耳狗在防守。大耳狗在防守吗？大耳狗在。你很像吧？对，很像，很类似啊。几个字啊？就这样，嗯，再试试，再拉筋伸展。Hello Kitty 在收操。Hello Kitty 在收操。我可以摸我的身上。Hello Kitty 在收操。对。布丁狗在投三分球，布丁狗投进三分球，布丁狗投进三分球，布丁狗投进三分球。那你比一次给大家看，布丁狗吗？哎、欸，你没有比对不对？压哨三分球，那为什么最后面没有这样？最后三秒，然后投进三分球。布丁狗在最后三秒投进三分球啊！对啊。布丁狗在最后，不是八个字吗？对，就是布丁狗。好，是三分球啊！布丁狗啊，你不是说八个字吗？啊，一二三，还没订阅吗？赶快订阅哦！你可以就可以，就是三个字，很难耶。你就想他的特色是什么？哎，这可以吧？啊，没有，你就继续说。哦，好，哦。嗯，哎、欸，你说少动作吗？何正峰在刮胡子。对，哎、欸，我也是何正峰刮胡子。你也是吗？还是你下一种？我以为是什么？你在想三丽鸥的人对不对？不是，我在想教练。你这个我就想到。我教练是怎样？在骂人。骂人。我猜对了。有分数